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笑。大家还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在网络上疯传的冰桶挑战吗？冰桶挑战为渐冻人协会募得了1亿元的美金。那现在网络上又发起了一波热潮，他要的是做22下的伏地挺身 （22 push-up challenge）。那这个来由呢，是在美国对于退伍军人的尊重。以前美国打仗，后来打仗完了，退伍军人回到家里来，但是他们在战场上所受的心理压力，突然回到平稳的生活会没办法去适应，然后没办法走出那个压力，所以面临了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那在美国统计起来，平均每天有22为退伍军人自杀。防治退伍军人自杀协会呢，就发起了这个活动，要我们做22下的伏地挺身。22下伏地挺身对麦众来说，哼 ，a piece of cake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那因为他没有规定说只能做22下，如果你可以做超过22下，也是可以做超过的。那我现在就来做了，这一段完全一镜到底，不剪接，来喽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5，我弄太下面了。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记在下面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，也不妨按一下下面的订阅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不行，我不能只做30下。我要怎么打体力哥啦？